太极拳起源一般有三种说法。第一种说法是太极拳起源于陈家沟，这是中国官方认定的太极拳起源。2007年8月21日，中国国家体育总局认定了中国太极拳的发源地是河南焦作陈家沟。第二种说法是武当张三丰。请注意啊，在文献上，张三丰的丰是山峰的峰，而不是丰收的丰。这也是目前除了陈家沟以外，所有太极拳门派所尊崇的祖师爷。1700年陈书的《历代神仙通鉴》曾经记载过张三丰对沈万三说的话，他说：“延佑年年已67，心命惶惶，信天明理，出入中南，基于火龙先生，乃图兰老祖高弟，与贵儿问道。”所以张三丰的师承关系就是陈传老祖到火龙先生，然后再到张三丰。第三种说法呢，说是太极拳来源于王中岳的《太极拳论》，这是迄今为止首次提及要用阴化阳，以弱克强的武术方法论，所以取名为太极拳。现在百度百科上说他是明朝万历年间的人，但是根据清史稿的记载，这本书是在武士太极拳的开创者吴宇湘的外甥李义奢1867年所著的《太极拳小序》中才首次提到，所以我更倾向于王中岳是清朝人而非是明朝人。但是无论起源于谁，太极拳真正开始有名气是在清末。不仅仅是太极拳，中国大部分的传统武术的门派都出现在清朝末期。这就有了一个问题，清朝末期正是中国落后挨打的时候，为什么在中国武力强盛的秦汉唐没有传武门派的诞生？在史书上明确记载有实战获胜的明朝抗倭期间，也没有这些武术门派的诞生。偏偏到了国家积弱的清末，这些武术门派就像浇了大粪的庄稼一样，一茬一茬的全出来。说到这里顺便说一句啊，抗倭名将于大猷就曾经说过，少林寺的功夫都是花架子。今天先不说其他门派，就仔细说说太极拳吧。太极拳和其他门派不一样的是，它的开山祖师爷特别多。大家都看过甄子丹的电影叶问吧，叶问每次跟人交手的时候都会说上一句咏春叶问师承陈华顺。不仅仅是咏春是这样，大部分的门派也都是这样。比如现在少林寺就是说啊，这是少林寺的武神释某某，而唯独奇怪的就是太极拳。他们都说是跟陈家沟后人学的拳，但学成出来之后就马上开宗立派，什么杨氏太极、孙氏太极、吴氏太极层出不穷。这个比较像传销啊，个个都是老师。近代太极拳呢有两个神一样的人物，一个是杨无敌杨露禅，一个是武圣孙露堂。先说说号称杨无敌的杨露禅吧。首先杨露禅说他打遍北京无敌手，但是没有任何记载准确的时间地点人物的文献来说他在什么地方什么时间打败了哪位武术高手。这种没有任何记录的路边传说可信度不会比单田芳的评书高。再根据杨露禅四世孙杨振基所写的《杨氏太极拳的起源和发展》一书，说杨露禅进京以后在王府教拳，可是杨振基先生并没有明说杨露禅究竟是在哪个王府教拳。我只好去查查其他资料，我发现很多资料都说杨露禅是在端王府教拳，还被端王府任命为骑营教官，教授八旗士兵的太极拳。可是杨露禅1865年进京的时候，端王府正好处在青黄不接的阶段，老端王也就是闵君王1850年就已经挂了，载宜呢是1860年才过继到端王府，当时9岁。就算杨露禅真的当了载宜的体育老师，可是载宜当时只是一个空头贝勒，根本管不了旗营，一个9岁的空头贝勒怎么可能往旗营里面插人。说完了这位杨无敌，咱们再来说说这位所谓的武圣孙露堂吧。互联网上流传他最露脸的一件事，大概就是他比武战胜了所谓日本天皇钦定的第一国手，大正天皇特级勋章获得者板垣义雄。我很负责任的说，除了中国互联网以外，我没有查到任何关于这个板垣义雄的资料。另外日本大正时代也没有什么大正天皇特级勋章这么一个勋章。在二战前，日本大正时代的最高勋章是大勋卫菊花章警示，应该是类似于一个项链的东西吧。
二战以后这个勋章一般就只授予国家元首了，比如说伊丽莎白二世，还有美国的前总统艾森豪威尔。而且在二战前，这个勋章的获得者名单里面是绝对没有板垣义雄这个人的。这个孙先生的其他比武事迹也大多跟这位板垣义雄相似，除了中文互联网里面能找到之外，在所有的什么日文啊英文的网站里面是永远查不到这些资料的。就像1870年代黑旗军在越南号称击毙了法国驸马，抗日战争时期游击队声称击毙生擒天皇的侄子外甥好几个，这都是吹牛逼的。至于这些武术家后人的口述，吹的成分就更多了。80年代家父曾经拜访过一位名家，那位拿出一位黄马褂说啊，他家祖上是旗人，给王府当侍卫，有一次被接到宫里站班，就发了件黄马褂给他穿着，因为那时候已经是宣统朝了嘛，就没有再追回，他家祖上就把这件东西当成传教宝。后面到了90年代，杂志再去采访那位后人的时候，他的口述就变成了这位名家的祖上是御前带刀侍卫，所以这些所谓的清末的太极大师啊武圣啊大多都是传销型的骗子。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清朝对武举的待遇是非常优厚的，可以说比前朝所有的朝代都比较优厚。大家都看过《让子弹飞》这部电影吧，在里面平民遇见了武举人是要磕头的，中了武举就算不能当官，也最起码成为地方士绅的一员，享受什么免税啊之类的特权。在当时的北直隶地区，不少民间权势也通过武举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不但光宗耀祖，还完成了阶级的跨越。然而我们今天耳熟能详的这些清末太极高手，比如说杨露禅、孙禄堂等等，尽管今天不少文章把他们吹捧得天花乱坠，但是事实就是这些所谓的太极大师别说去考武进士、武举人了，甚至连武举都没有参加过，大家不觉得很奇怪吗？然后今天的太极后人们把杨露禅、孙禄堂这些人吹嘘得神乎其神，什么孙禄堂速度耐力不去马匹啊，杨露禅打遍京城无敌手啊，可他们宁愿去跑江湖卖艺，宁愿去给达官贵人交权，也不愿意考武举完成这种阶级跨越。是这些太极大师们都淡泊名利吗？可是如果他们真的淡泊名利，又为什么总以自己是某王府某相府的拳法教练为荣呢？这完全是说不通的嘛。到了现代，由于影音手段的出现和普及，我们现在就能看到太极大师们在擂台上大打王八拳啊，什么香港太极大师被泰拳打到人格分裂啊，雷雷马保国被人几秒 KO 啊，太极大师王占海、王占军收散打运动员撑门面啊之类的东西，这些东西大家都能看得见，就不用详细去说了吧。至于他们还把孤儿院给了新中国，说新中国成立后限制了格斗搏击，让他们成了花架子，可事实是1949年又没解放香港，你香港太极的发展也能带到中国吗？所以太极拳从它创立起就是一个传销型的拳种，没有任何的实战战力，无论是擂台的还是战场的都没有，他们的主要目的就是靠吹嘘和达官贵人之间的关系来吸引大量的学习者，以获得更高的经济利益。以前吹嘘的是某王府的拳师，到了现在就是吹嘘啊，我跟马云这样的富豪有关系，你看富豪达官贵人都跟着我学，你说这个拳能没用吗？这就是他跟其他传统门派不一样的地方。其他的传武门派呢，没有这种传销手段，就是傻乎乎的授徒嘛，所以其他少数的传武门派还是有一点实战的东西在里面的，毕竟他们收的徒弟参差不齐，没点实战能力，可能连自己武馆的牌子都被人拆了，太极就没有这方面的烦恼嘛。我抱着富豪权贵的大腿，你能奈我何？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吧，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